法律的制度一直没有在原住民的观点之上来看原住民的困境，有真正为原住民说话的人站出来，希望派对的人到对的位置去为我们争取对的事情。马耀是我们的希望，我们觉得马耀一定要进国会，就是要改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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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沉默，不要沉默，新时代，我知道你在，一直都在，创造新未来。生命不停地转动，怎么能够再等待？这里将会出现，高楼走，一起走，太阳。以后登记参选平地原住民立法委员记者会正式开始。原住民的立委参选人第一次向大家募款，就300多人，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那今天呢，马耀要带着族人的这份祝福跟心意来到这边登记参选。终于等到要登记的这一天。过去原住民的立委大部分是为政党服务，大部分都是为财团的法案来立法。过去竞选的经费都非常的高，有钱不见得选得上，没有钱肯定选不上。是谁把这样的门槛拉得这么高，让我们这一群有志气、有理想、有抱负的人，过去都不敢参与政治？可是我们觉得政治的本身是美好的，所以我们决定用我们青年的方式要改变我们心目中的政治，希望派对的人到对的位置去为我们争取对的事情。最大的祝福给马耀比后，希望他为我们进入到最辛苦的一个苦海里面，为我们争取最好的权益。加油塞真，谢谢。改变是非常不容易，如果我们不相信会有改变的一天，这样的不相信就是给我们统治者压迫我们的人最佳的保证，让我们不会有改变的一天。原住民青年在从事抗争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知道抗争真的不是唯一一条路，其实是这整个法律的制度一直没有在原住民的观点之上来看原住民的困境。但是这一个未来不是建立在现在的这个选举制度之上，我们也希望马耀比后能够进入这个立法的体制，因为在现在原住民基本法从来都没有在我们抗争的时候有任何的效果，在土地法、民法还有所有的法律都说原住民基本法是没有用的，依法无据。那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还要相信过去的立法委员吗？我只能说过去的立法委员都没有真正的在原住民的权益上面用力认真。我希望马耀比后在我们一起抗争，在争取原住民权益的这个时候，我们能够争取更大的利益，还有我们的福利，还有我们的权益，还有我们的尊严。如果台湾原住民的土地没有归还的话，台湾永远无法成为尊重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一个还可以再影响另外一个，这样我们就有机会改变，我们就有机会有我们自己的人，有真正为原住民说话的人站出来。我们要改变，谢谢。马耀是我们的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给我们的未来，给我们的孩子一个美好的希望。每一个原住民族参与这个选战，会让我们的未来变得有尊严、快乐、富足，活在这个岛上。我们不用再流浪，我们不用一直唱流浪记，我们是有希望的。无论如何，当你觉得你对现实不满意，当你觉得这个社会不公平，当你觉得你的未来还要有希望的时候，你就要改变，所以我们要改变。
台湾真的要改变，我第一次真的觉得，为什么我不是原住民？没关系，心事就是，现在就是。马耀的出来，马耀他出来不只是代表原住民希望改变这个国家，我们也很希望这个国家能够改变。所以，虽然我的票我不能投给马耀，但是我会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支持这样子的马耀这样子的精神，因为在他身上我真的看到这个国家改变的希望。全世界白浪的文化都在破坏这个地球，我们就是要改变，我们就是要重新回到地球母亲的怀抱。所以我们今天看到马耀在这里，我们觉得马耀一定要进国会，这一定要进去改变，绿党也要进国会，我们大家一起来改变。